现在可以安心调查这里的事了吧？怎么样，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出发吧。我之前送快递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但这么神奇的童话世界还是第一次见。没来得及修缮的房子，连我都不敢睡在里面呢，一不留神塌下来可就糟了。这边也没什么特别的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打听几句。啊，那边似乎有些人烟了，我们快去看看吧。还以为这里会有人。曾经有位司掌命运的女神，她离开之后给她创造的王国留下了三个谜题。啊，谁在说话？总之，如今听得懂人话的猫和外乡人，还有一只小精灵来到了这里。他们看向了一边的小路。一边是哪边啊？这种收件地址到了伯赫屋，蓝剑姐姐可是会给你打回去重写的哟。尽管如此明显，但是小精灵和猫还是产生了疑惑。哎，可能有十分之一的责任是旁白我文笔枯燥。那我再来试试。左手边的小路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在那尽头是财宝和荣光。哦，听起来是一个好故事的开头呢。然后呢？然后呢？在小路尽头，外乡人一行会见到一处秘密石室，他等候着预言中的侯爵。所以它叫后侯石室，明白吗？等候侯爵的石室，后侯石室，是不是很可爱？他怎么突然自卖自夸起来了？不过在你下去之前，我有些劝诫需要提前说明。比如说，待会儿千万别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你确定不继续听吗？其实我要说的东西很简单，你面前的地方呢，是等候传说里侯爵的密室，所以叫后侯石室。然后呢，你等下别坐在中间那个椅子上，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这样了，走吧。可以增长见识了。山花开谢年复年，终有侠士来此间。洞中不知卷外事，室外不解幻里缘。啊，这些又是谁的声音？
恰如玄天庭金屋，桌台寒风引人顾。若多么引人入胜的史诗，多么精彩绝伦的故事，外乡人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目标，那就是拔出眼前高台上的发条。我发现一件事，卡佩，虽然你说了我们要如游吟诗人一样，但是你一直都在说白话。我也发现了，这建议不是你提的吗？目似桃针横前路，侠士猫怪怒火烧，剑走龙蛇平侠碎。这首外乡人可能觉得发条被拔出来的一瞬间会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所以他决定先四处探索一下，无可厚非。那趁这段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以后还要不要。你们不想说话沾腔带韵的话随便啊，不要把写不出来韵文怪我们头上。暂停一下做事，出大事了，这人似乎不对劲。你还好吗，旅行者？加油啊，我们的故事不能在这里结束。要我借你一只手吗？或者抓住我尾巴也行。坚如钻石，硬同金刚，发条纹丝不动。虽然这情况发生了很多次，但是这次的外乡人想着攻击攻击，把它打松一点就好了。至此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拔起发条的时候了。终于来了，快快快，挪一挪你们的躯干腿结合部肥关节，该出场了。我们就不追究你自己不写诗的问题了，烦死了。啊，尊贵高贵昂贵的外来者，请容我们自我介绍。我们是此处三大家族选派的正确历史监督人，为的就是等待像您一样能够拔出发条的人。我的名字是……你是卡佩，他是奥比奇，最后这位是波波拉诺，对吧？刚才听你们说了那么多话，已经能通过声音辨认出来你们谁是谁了。但你们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人吗？就是把我们指引到洞窟这里的人。谁？就这样，揭开真实历史的传奇小队再次相遇了。请允许我引用星轨王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我们之中并没有这样的人。还是说你们俩有谁学过赋予术瞒着大家的？赶紧坦白。这个声音我没有听过，很适合睡觉前给孩子们读哄睡故事呢。谁呀？不认识，不重要，不值一提，还是我们接下来的巡礼更加值得细说。您手上的发条是转动星轨王城现在与过去的枢纽，而我们三个家族有一些关于过去的生殖
我们各自都有一份关于旧日的恶龙与家族起源的历史，不知道哪个家族的才是真的。恶龙？是说最近出来捣乱的那只吗？哦，不是他，可爱的小精灵。正所谓旧日的恶龙，就是很旧很旧以前一只已经被讨伐了的恶龙。这只新的和我们家族的历史没关系。刚才那是冷笑话吗？所以你们为了探究真实的历史，一直在等着有人拔出发条？不只是探究，而是争论不休。事实上我不怎么在乎，但是卡佩一直在找我俩麻烦。在过去究竟是谁化解了恶龙的灾祸？只有搞清楚这点，才能选出至尊家族。当您拔下发条的那一刻起，您就是荣誉侯爵了。我们恳求您，高贵的外乡人，高贵的旅行者侯爵，请带上您穿靴子说人话的猫和白色飞飞的小精灵，帮助我们吧。都说了我不是猫，虽然比猫猫怪好听点。入戏，入戏，我的朋友。猫一般也不穿靴子，不会说话，对吧？至少给我把猫用的柚子读出来呀。请允许我给诸位带路去纪念圣地，到了那个地方，我就能更方便地解释要做什么了。这里就是我们家族的圣地了。曾经先祖凭借自身的勇武与果敢，在这里与旧日的恶龙交战，经历了好多个日夜鏖战，先祖打跑了恶龙。虽然那几天夜里先祖们是轮班制上阵的，那都是传说了。等等，你是不是亲口承认你们家族历史只是传说了？是历史还是传说并不重要，我们家族的勇敢当然是真实。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争吵不休的，本质上不就是真实是什么样的吗？卡佩的一席话让旅行者开始思考了起来。虚构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构是不是等价的呢？不过看起来眼前对家族圣地很热衷的除了卡佩，还有其他不请自来的访客。旅行者和会说话的猫，猫又决定给他们一点教训。为我歌颂，记住你了，准备跳了。哼！哦，多么英勇的身姿，可是我的先祖们阴魂附体一般。一个想法，不一定对。旅行者侯爵并肩，您的武艺和勇敢是对我们先祖功绩更加生动和符合现代审美的诠释。现在让我们来做正经事吧。众所周知，时间只是一种错觉，它有时以行，有时以夜，有时以针运行，不过最多的时候是以发条卷和齿轮一格的形式。而您手上的发条可以转动时间，让过去再度出现。事实上我的观点是，时间只是一种因为意识产生的错觉，我们被齿轮驱动的身体容纳了意识，意识却没办法理解时间这个维度，所以我们随着齿轮齿条前进，无限体验着每一个瞬间。我怎么恍惚有种在虚弥教令院送货的感觉。老师问奥比奇最害怕什么，奥比奇说龙。老师问波波拉诺他恐惧什么，波波拉诺说时间，并复述了以上观点。老师问卡佩最害怕什么，卡佩说波波拉诺。讲述真正历史的手稿，创造世界的规划图，魔法师的亲笔就藏在齿条的开头，书的第一页。虽然听不太懂，但是你们的意思就是插上发条反拧到头就可以了吧？没错，据说在最初的时刻，创世女神用命运女神的手稿作为蓝本，放置在预言女神的星空下，以几个魔法阵为基础生成了世界。所以等下伟大发条把附近一小片地方的时间倒回太初，我们只要复原魔法阵的图案就可以了。等等，这样取走一部分世界的蓝图不危险吗？以及我们怎么知道魔法阵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这些魔法阵的大致形状流传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的家纹，所以照着我们家纹连线就好。至于其他的担忧，房子建好了，难道撤走施工队与蓝图，房子就会塌吗？旅行者侯爵已经准备好把伟大发条插进附近的发条孔中了。好像是这里开始。要不您再试试。真理确有限定范围，对错亦是如此。您刚才或许答案对了，错的是出题范围。再试试吧。真理确有限定范围，对错亦是如此。您刚才或许答案对了，错的是出题范围。再试试吧。真理确有限定范围，对错亦是如此。您刚才或许答案对了，错的是出题范围。再试试吧。
先这样，下一个动作是这样吧。看，记载真实历史，不，塑造了真实历史的神圣篇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刮目相看呢、啊、喝彩啊，赞美啊，这是不容置疑的真实。你看这个签名，任谁也伪造不了。居然是这样，难道说我们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假的吗？不用太沮丧，奥比奇，他是真的，不等于我们是假的。什么胡扯不等事，接着诡辩吧，波波拉诺，我可是一直想看呢、啊、你这张嫉妒的表情。事实上并不像是谜题只有唯一解，众人也纷纷同意真相可能并不只有一种。众人决定还是去看看其他家族的圣地与其中保管的文献。旁白不应该绝对客观吗？我怎么觉得你在拉偏架。罢了，我心情很好，就一起去吧。毕竟根据说明，三次重现都必须要完成，况且我确实想看一下你们两人失落的表情。接下来去我那里吧，我来指路。发条还要接着用的吧？那我先拔下来了。哎呀，
众人发现眼前并没有适合伟大发条的底座，只有紧闭的门。你们家的底座呢？是不是担心去除赝品丢脸，所以提前收起来？好吧，因为我们家族的主要功绩是给自己安排的虚构功绩是闭嘴卡佩，闭嘴卡佩。如果有一天我被谋害了，凶手一定是波波拉诺。我的遗言说完了。我家族的功绩是智取了旧日恶龙的宝库，偷走了他的财宝，所以包括底座在内的贵重文物全部放在门后了。所以我们打开门就好了。稍微多一个步骤，没有智能问答系统，需要回答他的问题，如果错了他会报警。天哪，那你知道答案吗？时间染白了智慧的书页，答案是不知道。不过不用担心，我打过招呼了，所以报警的话警卫也不会过来的，放心大胆的试一下吧。问题一，是谁？穿靴子的大妖怪猫鼬，以及向导小精灵啊，不对，向导。问题二，究竟是什么品质打败了恶龙？如果这是正确答案，我就要……正确。我的天，真不要脸。问题三，外面世界的虚构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哪个相比之下更真实？是的，谁又能保证外面世界不是一场梦呢？然后这场梦醒了，或许又只是一部小说呢？既然是这样，他们都一样真实。全部正确，底座就交给你了。旅行者侯爵，那就请您像上次那样插入伟大发条吧。哦，以及我们家族的文章是这样的。鱼了，侯爵连出来的图形兼具实用性和美学价值，只不过它不正确。我觉得可以重新看看波波拉诺家族的文章再试试。让我们看看，看看智慧的家族如何编造精彩绝伦的虚构故事。如果我有遗言，我的遗言是
我自首，是我谋害了卡佩。看看，我们家族的历史也是真实的，这里一样有无法伪造的签名。什么？难道说只有我们家族？考虑到我们家族的智慧在诸位眼里已经是个笑话了，我认为我远超家族智慧的智力可以给出这样的预判，恐怕我们三个家族的历史与美德都是真的。波波拉诺，我懂我懂，八重公司大人之前和我赌下酒的小鱼干，就是让我猜哪个杯子下面扣着梅干，我怎么猜都是错的，八重大人总是能在另一个杯子里开出梅干来。后来一个叫阿信的巫女姐姐告诉我，其实每个杯子下面都有梅干。哎，果然我当妖怪的资历太浅了，还有好多东西得学。那个狐狸女人只是单纯在寻你开心吧。这么说来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这三个宝箱可以打开了，和杯子梅干的欺诈不一样。拿完波波拉诺的最后家底就去我们那边吧。那我还是一样先把发条拔下来了。哇，是意外之喜。
我来帮忙一起收吧。众人跟着奥比奇来到了他的家族圣地，站在他们眼前的是高大的守卫。前面是我们那里的巨大化守卫，脑子会比较认死理，而且力大无穷，刀枪不入。等等，感觉你们家族比卡佩家更加适合力量这个信条呀。你们家族信条是什么？守卫们就是卡佩那边的人哦。毕竟这个变大对力量家族很有诱惑力，而我们家族信条是同理心，主要提供变大药水。哪里有同理心了？传说先祖觉得自己太小了，旧日的恶龙很难说是故意伤害我们的，或许真的就是没看到没注意呢。于是他们喝下了药水，变得比恶龙还大，他们夹着恶龙而坐，和他讲道理，最后教会了他同理心。如今药方可能变质了，喝了既没办法变那么大，还会失去同理心。我建议还是绕着走吧。虽然奥比奇这么说了，但是只要互相理解就不会有争斗。肯定有人会这么想吧，要是不准备往左手边的小路拐一脚，执意要重复见证悲剧也是一种体验。大家，是我回来了，我带着预言中的侯爵和他的随从一起回来寻找家族的失落原点了。我们今早并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情，赶紧离开，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你和奥比奇只是想和巨大卫兵打个招呼而已，可他们今天的值班安排没有迎接你们这一条，结果不欢而散。如果只是想要进去，不妨考虑一下左手边的小路。为什么回自己家像是做贼一样？你太久没回来了。我们都是，真是漫长的等待啊。这里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这附近怎么这么多杂物啊？你们是担心缺了原包装不能退货，所以拆了快递不丢箱子的类型吗？这样就算神谕柱出来了也找不到在哪里啊。比起那个，我们家族的徽记似乎也有点问题，可能需要侯爵动用智慧。服了，你们这里可真是除了同理心什么都有啊。小声一点，会把卫兵引来的。
我去望风吧。呀！你就不能无声地打碎箱子吗？是最后的了。有签名，是真的，同理心也是构成新鬼王城的基石之一。正如我们猜测的那样，三个全是真的。好吧，我现在心情复杂，甚至还有种虚无感。虽然得到了真相，但是真相太多了。我懂我懂，有一阵子到期的人们都在说蜃楼战记只有六卷的时候很受欢迎，后来这本书出到了88卷，大家谁也不想看了。众人陷入了一种忧郁，虽然这中间有一点点幸福的成分，或者还有一丝启蒙之光。一定有人想到了吧，为什么三个同为真相的历史可以同时存在呢？我确实有这种疑问了，但是之前波波拉诺说过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我担心问出来会显得我很笨。不必担心，亲爱的小精灵，我确实解释过真相可以共存，但是这三个不太行，因为这三个历史真相全都关系到恶龙与建成，
而且全都有代表真实的签名。就在这时，钟声突然响起。钟声，一声响是什么来着？好像是最紧急情况来着。总之，全体门前集合，捕获年交全部都前门外道上。如今已经是全城有眼了，而唯一的出路就在眼前。话说刚才的钟声是怎么回事啊？以及为什么最高戒备只响一声啊？紧急情况当然越快启动越好了，响99下不是来不及了吗？他们在门外，快追！逃出来了，虽然发条不知道还有没有用，总之我跑路前先烧上了。那我们回到真相的问题上来吧，三重交叠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恐怕所有活在西姆兰卡的人都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对于签有他名字的手稿只能认可。他是创造这一切的命运女神，这些书卷就是他造物的规划。我们争吵的原因是对于过往的真实知之甚少，现在我们拥有了真实，就应该接受这个事实，正如我们会沿着发条设计好的轨迹行走一样，这就是清晰可见确凿无误的过去的轨迹。我们再也不会争吵了，多亏了你们。真的就这样了吗？在最开始命运的分岔路口做出的抉择，指向了如此无意义的幸福结局吗？多想也无意义，今天就先休息了吧。啊，我听懂了，你又在计划什么事吧？无论如何，我今天有所见证，我要回去与我的同族分享了。我也一样。我也是。那今天就先这样吧，明天再看看那个奇怪的旁白在计划什么东西。清闲的日子，多么美好的一天啊！旅行者这么想着，一丝不安的预感爬上了他的心房。必须要去钟摆巷，内心里的声音不停敦促着他。前面就是钟摆巷了，好像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围在那里。我的天，这也太凄惨了吧，新贵王城三大家族的剑拔弩张刚刚缓解，怎么发生了这种事？出什么事了？躺在地上的那是卡佩啊？怎么会这样？混蛋卡佩，快醒醒，你昨天的遗言还没修改，会让我被怀疑的。他的遗言是什么？如果我遇害了，凶手一定是波波拉诺。你记这么清楚干什么？波波拉诺
这可是审讯，探长问什么我们就要回答什么。放心吧，波波拉诺，我既没有怀疑你，也没有定罪权。说起来，你们都是最后和他接触的人，对吗？我很抱歉，昨天一起行动的伙伴遭遇了这么悲惨的事情，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内是醒不过来了。啊！实在是太悲惨了，击打脑后是仅次于发条油被替换成强力胶的恶劣行径。所以，卡佩先生没去世？他的发条、金属骨架和壳都健康得很呢，只是储能盘的释放有点紊乱。不是，难道你们觉得卡佩没坏就不应该找出来犯人吗？应该，应该的。可惜这是一起悬案了，没有线索，没有目击，除非这附近有预言女神的正轨发条底座。啊，不好意思。突然，早已消失的旧日恶龙飞过了天空。哪里哪里？什么都没看到。等等，为什么动不了了？原来是一朵云或者一只小鸟，看错了。如果能倒回时间重演犯罪现场就好了。探长背后不就是那个发条插座吗？哇，真的耶，怪不得周围的大家行动都被限制了。旅行者，请你快去重现一下案发现场吧。这现场一片混乱，根本看不明白呀。真相很明显了，卡佩是走在街上突然倒下了，他是演的。你这个探案也太随便了吧。都有重现犯罪现场的能力了，哪需要什么逻辑和证据啊。再说了，真相可能本来就很离奇，比如这座新鬼王城的起源居然有三个真实的历史。但是你不都说了卡佩是后脑遭到重击才晕倒的吗？可能他出门前使劲用后脑撞了一下自家马桶圈吧，我不知道，然后晕晕乎乎走到这里倒下。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的推测是至尊家族一事悬空，新鬼王城的紧张气氛也一扫而空，他却想要继续制造新冲突，只有这样，这座城市才有活力。以西木兰卡居民的平均智力水平，真的能想这么多吗？旅行者，我总感觉重现的场景有些古怪，就是那种很不自然的感觉。还有，不在附近的东西不会被卷入重现，有没有可能现场缺少了什么东西？我们去周围找找看吧。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去看看卡佩家的马桶有没有撞击产生的痕迹。
们好，请问你们看到我的长矛了吗？刚才听到有人喊天上有龙，我就下意识朝天上丢出去了。你们是外乡人吧？是啊是啊，老伯伯怎么了？本来想给你们介绍去挖积木矿的好工作，那开采环境绝对安全。这听起来就不太安全吧？至少没有送快递安全。为了保证积木矿品相，使用我们特制的镐子不会剐蹭到一点外表，打到人也不会有任何痕迹，而且劳动强度被可信机构评定为二级体力强度工作，连猫都可以做。唉，都说了好多次了，我不想再说一次了。你也理解我的心情了吧？但是今天镐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弄丢了，可能是哪个巨大卫兵齿轮卡住了，路人顺手拿去做快速复苏了吧。你们的急救法好生猛，不过丢了一把镐子。旅行者，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疑？感觉很神奇，我们先收起来吧。这里有瓶奇怪的药水，感觉很怪异，我们先收起来吧。不过无论各位准备买什么东西，都请等明天吧。今天我都要暂停营业了。今天我弄丢了一瓶变大药水，如果被拿去害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得歇业清点库存，配合调查。万一是我盘点少了，我就是造谣制造恐慌罪。存在丢失的凶器，那会是什么呢？如果是变大药水，卡佩现在应该变得好大好大才对呀。而且那样的话，药水应该已经碎了，地上应该有瓶子碎片才对。如果存在丢失的凶器，如果是那样，卡佩脑袋上不可能这么完整，应该已经凹进去一块了。而且卫兵说了，长矛是听到那个可疑声音喊了天上有龙才丢出去的。如果存在丢失的凶器，如果是镐子，没有嵌进脑袋里都算好的了吧。不是哦，派蒙，刚才矿库包工头说了，这个镐子是不会破坏积木矿的，所以也无法对这里的居民造成外表毁坏。如果是这个镐子，说不定真的可以打晕这里的居民，还检测不出任何外伤。我们拿着这个回去现场再重现一次吧。你们回来了，卡佩家的马桶怎么样了？马桶？什么马桶？啊，这个不重要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觉得卡佩倒下来的姿势太奇怪了，
所以在附近找到一个可疑的东西。他好像被故意放出了重现范围。我们现在把这个稿子放在这里再重现一次，探长你不介意吧？那个，我家厨房的发条拧了没关，我先。站好。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呀，嘿嘿嘿，哼呀，嘿哼原来是你。虽然我本想称赞你们干得好，但是考虑到我做的也不咋样，你们也没什么推理，我也只好溜之大吉了。怎么就跑了？可恶，让我来逮住他。于是虚假的卡拉巴斯侯爵放出穿靴子的猫鼬，开始追逐可怜的小职员。小职员可怜的老腰用刺痛抗议剧烈运动，于是他选择坐上电梯，获得了片刻的喘息。真的吗？老腰问。但是小职员已经别无选择，坚决地跳了下去。穿靴子的猫鼬已经气喘吁吁了，抛开小职员喘气更大声的事实不谈的话，我才不累呢。不要小看了我和乌金牌快递员的实力。难道欺负我能有什么好处？能出口恶气吗？你中陷阱了。顺带一提，当初后侯石氏粘住你的胶水也是我的力量弄出来的。真羡慕你们可以直接脱了鞋子就跑。我不对，我这次有鞋子了。无名
名的小支援决定最后一搏。无名的小支援爬上了长长的墙。这么点高度，猫像极限状态一下就爬完了。原来是你。虽然我本我也只好溜之大吉了。哎，怎么就跑了？可恶，让我来逮住他。于是虚假的卡拉巴斯侯爵放出穿靴子的猫鼬，开始追逐可怜的小职员。小职员可怜的老腰用刺痛抗议剧烈运动，于是他选择坐上电梯，获得了片刻的喘息。真的吗？老腰问。但是小职员已经别无选择，坚决地跳了下去。穿靴子的猫鼬已经气喘吁吁了，抛开小职员喘气更大声的事实不谈的话，我才不累呢！不要小看了我和无金牌快递员的实力。追不上，难道欺负我能有什么好处？能出口恶气吗？哈哈，你中陷阱了。顺带一提，当初后侯石室粘住你的胶水也是我的力量弄出来的。这个时候真羡慕你们可以直接脱了鞋子就跑。我不对，我这次有无名的小支援决定最后一搏。无名的小支援爬上了长长的墙。这么点高度，猫像极限状态一下就爬完了。我自首。
好的，我认罪。好快！在这里被你们抓住，也是一个备选方案。我也并不清楚自己的作为是否能有好结果。其实，我就是一直指引你们的旁白。看来我声线可塑性不太行啊。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为什么突然坦白起来了？我这背后都是心血，担心你们不问吗？其实，我是最早一批经创世女神铸造的意识。我也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不过是命运女神书写的一个童话。虽然有一个说法，童话是给小孩子看的东西，但是我相信童话并不只是虚构故事。这座新鬼王城的真实起源有三个，那是因为命运女神写完三版故事之后，并不知道哪一版最好。她家的小猫在玩闹时，把三张纸一脚踩穿了，所以三个世界交叠在了一起。而女神大人本来就在纠结，究竟哪一个结局才是对恶龙、对孩子们来说的好结局。看到这一幕，他认为三个都挺好的。原来是这样，可是这和你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虚构人物，当然理解不了我的悲哀。事实上，整个西姆兰卡都理解不了。我度过的每一天，和周围所有人产生的联系，这些难道都是虚构吗？三大家族想要知晓真实，只是为了无趣的至尊家族。知晓真相之后，我本以为他们会有探索进一步真实的好奇，结果他们却安然接受了这个设定，继续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我必须给予他们知晓真实之后的刺激，必须让他们内部因为最浅显的真实生出不安，必须趁着你们这些外面世界到来的真实人物还在的时候弄明白这件事。我们是真的吗？探长，我已经完成我的自白了，抓我回去吧。大概我会被判处公开道歉和半天禁闭，我值得半天禁闭。顺带帮我给卡佩、波波拉诺还有奥比奇带个话。当初伟大发条是三族先祖一起插进去的，只要他们三个能稍微齐心协力合作一点，就能靠自己把发条拔出来了。他们三个这么多年一次合作都没有尝试过。我可怜的孩子，你一直以来都弄错了一件事。啊，是谁的声音？是你们探长？你声音可塑性其实还挺强的。童话适合给小孩子看，是因为它能帮助小孩子理解世界。童话虽然是虚构，但是它内在逻辑毫无疑问是世界真实的归纳。或许善恶过于单纯，或许用隐喻藏起了黑暗，但是毫无疑问，童话的内在就是真实世界。同理，你们也一样，是真实的。是你吗，女神大人？注脚与旁白正文被线分开，永不相见，所以之前你一直听不到我的声音。现在你成为了要突破故事的人，而附近正好有一只猫，所以你就能听到我的回响了。猫？只是你的回响吗？探长，我们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吗？脑子晕乎乎的，
刚才奥比奇和我说了个大概，你们抓住探长了吗？他被我们追上了之后就自首了。对了，他还要我们给你们带个话。他以为我们没试过吗？我们去那里的第六个月就一起拔过发条了。对不起，其实当初我觉得这太蠢了，所以一直没处理。我第三年开始也没用力了。你们算了，我也没资格说。第二次开始我就只是抱着发条装出很累的样子。你们啊，奶奶隔壁家天天晒太阳的大黄都没你们这么懒。不过最后是那位命运女神的声音吗？真有意思。世界之外果然还有世界。怎么样，过些时候我们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不然我后脑勺岂不是白挨这一下。你们知道出去外面的方法吗？不过我也同意，而且就不喊上探长，气死他。我们没有他这么在乎自己是否真实，可能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见证过创世吧，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本来就是真的。如果卡佩和奥比奇这么有意思的呆子是虚构的，那也太吓人了。这个动作是这样吧。